婚姻推动周赛周一搁在利用，目前有744场的跳舞场参加，那市场数超过20只，市有40只以上业者，拢爱伫明年底之前完成跳舞翡翠资源化申请。今日市场过去的排水孔，现在已经拢无咧使用。中树市场九百只廖先生就讲，现在拢将跳舞翡翠集中发价，搁送到家己的农场来交管，唔那先下化肥料。嘛，对环境减少负担。我看走咧走就好，对咱水果营养，啊，佮对土地有好哩，无错哩。因生肥啊，即人要留了，感觉唔加些牧草，然后。阮算讲，哦，是讲你看家己安尼肥，阮无卖啦，阮无卖哦，算怎样？怎一只用安尼啦？啊，文林关环保局表示，为了减少河川的污染。文林关有105年开始推动早早早育再利用，目前已经有744场跳舞场参加，高管农场面积1684公顷，会当减少跳舞废水278000吨。希望阿伯家里的业者赶紧申请。环保政策在水务法在规定114年的12月27日，好，必须这些那个20头以上的那个猪，然后40头以上的牛的部分，就是必须要申请资源化5%以上。啊，如果没有在这个期限前来做这些那个肥分使用的时候，我就会依照水务法来做一个开罚。环保局就讲，原来因为是一日大关，超过1200场跳舞场，环保局嘛第一在乡镇以上成立高关车队，真侪农作物生长拢真好，呼吁业者赶紧来做跳舞废水的资源化。表面无得机行来申请，被开发1000至600万罚款，继续用为你报道。